不舒服，不舒服就说话。爹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人不服老可不行啊！岳掌门，你也太无耻了！你们趁人之危，逼我师父过招，你们的江湖规矩何在？哈哈哈哈哈！谪箭山庄真是卧虎藏龙啊，连一个小崽子都敢跟我乱喊乱叫。好。 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谪箭山庄，除非有人能站出来战胜我，否则你战天云就得乖乖的自断双臂。好，我替师父跟你比武。嘿，二师兄，我没事。嗯，哎。 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怎么把我绑这儿来了？不是鸟人在这绑着呢吗？哎，鼎鼎大名的谪箭山庄，原来都是一群酒囊饭袋。哼，詹大侠，你门下弟子云云，就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和我过招的吗？哼，看来。 这个生死状可以兑现了，你好自为之，自断双臂吧，以免让天下人笑你战大侠言而无信，是个孬种啊！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个杀，不可辱。我詹某宁可自残，也不会让江湖笑话。哼！师父，师父。 快住手！该来的人终于来了。叶大侠，久违了。师父，对不起，那周里有毒，我真是不知道。你没怎么样吧？没事，为师不会怪你的。又来一个送死的，小兄弟，你入门不久吧？啊，看看你这些师兄弟都成了什么德行！ 展天云，你这个老匹夫，就会误人子弟。你再敢侮辱我师父，我真的对你不客气。我就不信了，展天云这个窝囊废，能调教出什么高徒来？不准侮辱我师父！影儿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没事吧？英雄哥哥，你是行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 好歹我岳东来也是一派掌门，杀你这个无名小辈，简直有辱我的身份。我不是无名小辈，我告诉你，我有名字。老大叫我鸟人，老师叫我英雄哥哥，这里所有的人叫我大师兄。师傅还告诉我，我有名字，我叫叶红影。你就是叶红影？长官，这正所谓泰山倒，朝廷不倒。 岳掌门，一个区区的叶红影，就把你吓成这样了。这好，叶红影，今天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，我岳东来也要会会你。快跑！英雄哥哥，快有箭！快跑！趁机用敌杀手，拔剑呢？我连箭都没有，拔什么箭？ 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快把我吓得好不好啊！是你师傅让我这么干的，我也不愿意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嘛！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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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静止动，看清楚他的剑招。静止动。住！住！住！
请君为我去耳听。我杀人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血，我手上有血，不行，我要洗干净，我要洗干净。把侵犯拿下。是。我不是有心的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不是有心杀人的，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。我与叶红影分出胜负之前，任何人不能动他一下。大胆长空无名，竟然公然和我东厂对抗，包庇朝廷侵犯。包庇侵犯，笑话。在我与叶红影分出胜负以后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，我长空无名绝不干涉，否则别怪我手上的剑不认人。太狂妄了，难道就不怕我拿你也当侵犯一并惩治？那就尽管来吧。捉拿亲命要犯，谁敢阻挡，格杀勿论。是是。走。杀杀杀。全都住手！怎么，詹大侠，您不会想为难鄙人吧？这可是九千岁亲自下的命令，谁也不敢违抗啊！鄙人也是情非得已啊。詹某不敢为难尼姑，更不敢触怒九千岁。只是想给猎兔红影跟这个小孩做个保。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恐怕谁也担保不了。灵儿，到我房里把棉丝铁券拿出来。是爹。铁券？难道天云兄想用棉丝铁券为二人担保？没错，你知道就好。当年先皇颁赐战某三面免死铁券，我想以其中两面免死铁券保他二人。可是天云兄，这大明律法明定，只要不是犯的弑君叛国之罪，那就算是犯下滔天大罪的穷凶极恶之徒，皆可免其一死。这一点李公公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个鄙人清楚。那猎兔红影向来不是犯的弑君叛国之罪吧？自然是。难道这个十岁不到的小孩有可能犯下十恶不赦之罪吗？这所以恳请李公公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。好吧，既然战大侠执意如此，飞暖就一定卖这个情面。不过鄙人把丑话说在前面，日后他二人只要踏出折剑山庄半步，我一定会公事公办，不留情面。一言为定。爹，免死铁券在此，劳烦李公公转交给朝廷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在下告辞。回府。是。英雄哥哥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叫长空无名的人。
你仔细看看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们以前是不是朋友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我，可我早就知道你了，叶红影。今天见你一战，你还真不是浪得虚名。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真的不会。你不要过谦了，你今天有伤在身，我不想胜之不武。三日之后，长空无名会重返折剑山庄，到时候你我一定得分出个高下。啊，哎，喂，哎，我。